3月9号上午11点左右，潜江市公安局局长刘斌将我们中国玫瑰网站的编辑武丽娟强行带走后失踪，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和书面的通知家属。武丽娟是因为坚持两会期间向美卫网站发表维权文章，为中国访民发声，遭到潜江市公安局多次要求停止发表文章。